哎呀，这还有一个喘气儿的。嗯。好，再吃啊！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吃这个。快点啊！快了，你们先吃。嗯，亲爱的，我想吃鱼酱。人家是客人，让人家吃。啊，谢意。 吃多吃点，嗯，好，我还没饱，吃个饭，好嘞，给你，亲爱的，谢谢，哎，客气，亲爱的，来，亲爱的，上次。 这顿饭吃太舒服了。 这儿了，妈，干什么呢？给我，拿过来，你给我照片。这是我给小盛的，你给的？对啊，怎么回事？你这是卖女儿啊？ 恭喜你答对了！哎呀，放手，真的，我的狗肉呢！你这孩子，你这有你这样的吗？求你不给拉倒，把这照片拿走。太残忍了。还有，我妈现在对你特别满意，她恨不得我现在立刻马上原地和你结婚。你能不能？ 做出点讨厌的行为，适当跟我妈保持距离，让我妈讨厌你。这样到时候甩了你，她也不至于恨我。我的人设那是痴情好男人。